你可以试试看。哎，三只三只，新管爆炸，新管爆炸，倒倒倒 ，nice， 有个大胖子，丢下来，我丢下来，他发布了，他直接救，他又吓到了。他们退，他们退。翻动啊！对，他动，没炸到。弹走了。就在这里，在这里。好，我们下去了。嗯，好像不太行啊。这角度。吸我，吸我。哇哇哇！啊，砖头！砖头很烧，被砖头烧倒了。被砖头一个吸尘器丢过来。对呀、啊，真的是。我干嘛、啊？在圈内等我们呢、啊？干嘛？我快捡完射手武器了。没有啦，死斗。好，那我们要争取前十名。你刚第几？第八。哎、欸，那你的射手是一定要大逃杀的吗？对。好。就来，但是那个大脑杀射手武器3500伤害，他们前面那一波，他们跑很快，他那个泡泡还没结束，他就直接先跑了。我还想说粘个标，他泡泡掉，结束掉下去，人走了，炸不到。他也很果断哎，很果断。他看准我们不敢推，能把他打，我们也没办法推。Lucky you. Let's make a varsity play for the deck. 风暴无双。I love this part. 想骗，这没有北部，哪有那么多人，都红色的。Turbo Chacha. Extended like back here. Level 2.
很多中弹。Ultimate accelerant here. I'm needed. Wings out. Extra supplies in the deck. Come for extra supplies. Extended optics here. Sniper. Shotgun bolt here. Level 2. I'll bag that. Wings up. Japanese, Taiwan, Taiwan. Welcome to Taiwan.The ring's close by. We've got a new kill leader. I love it. Crafting over there. Ring's just a little further. 45 on the clock.通常多少胜场算正常，也没有十分之一吧。能量库。Dibs, wings up. 时常有一场吃鸡就还不错。You want to get barbecued. Wings out. Oh, 上面在蹦蹦蹦欸。嗯。去偷窥看看，哎。哇，鸡很容易就背一下。嗯？那应该是另一边。对，没收过。呀，有我这里也有一个。Barrel stabilizer here, level 3, energy ammo here. I'll bet that. Wings up.哦，吃面！哇、哦，好多大店嘞！所以它现在是固定两个吗？我看看，我接着看。你刚刚有一个的吗？哎、很像有，他会给那个热能护盾。哦，因为我看他说明，我记得是一个金的哎、欸。哇！那、啊、就是没有瞄具，一个都没有，连原型的都没有。Extended light mag here, level 好惨！敢不敢给我一个瞄具啊？有几个？一个，一颗，一颗，一颗，对啊，保底一颗。我捡不起来了。我也捡不起来了。可以，我可以，我三颗。来了。
给。擅长不够二十场。是罗巴偷的吗？对，罗巴偷的。慢慢来啊。不要吗？有了两倍。要喷火还是狂暴？喷火啦，狂暴。狂暴真的不行。狂暴甜蜜期已经过了。他们在下面那边打、欸。We can cruise over here。要不要去凑一下？凑啊！后面了，后面了，后面了。Wings up。在哪？在哪？嗯，没看到。哎呦，只看到一只。瓦基，哎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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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里面有一只出来，指挥中心有一只出来。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对。好，瓦基蛮惨的，快跑！请有两队，有两队。我要狙哦，我这里有罗巴。有人到了哦，支架。啊，走里面了吗？我可能进去里面。那个刚刚那个进去里面了啊，左侧还在。他们打完一队了，还有那个在哪？奇拉，奇拉，大破甲，两个破哎。倒一个，倒一个，得靠这倒。你要靠吗？两，还有两只。我压、哦。啊。他们被抽。我丢标。那边掉。没有炸到。可能下去了。哎、欸，手榴弹，手榴弹。可以 Q 个吗？可以 Q 个吗？啊，好好。上来，上来！等下，三个都上来了。我看不到，有纽卡素。三个神剑，全都都有，挡不住。我跟另一队合作打人啊！那边几个人啊？哎呀，笑死！刚刚那个新冠，我想说后面怎么有人在射他，然后我们一起合力干掉他，他就换射我。全世界都在说，笑死！啊，这狗要不行啊！休息啦，嗯，下次再来玩，休息，不，拜，好了，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啦，有了瓦基的，开心开心，好不好？下次。
之后有没有想抽的？目前是没有啦，就再看看啊。反正我们留很多包，对，就持续留着。然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500抽，对不对？又可以再度来，可以值得期待。哎，我瓦基不是有新的 skin？ 我做泰坦了。那我们瓦基要随机最爱，每次不同啊。哎，最爱，最爱，这个也还不错。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回再会，大家啵啵啵啵。